湖北省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，洪涝灾害已造成27省区市3000多万人次受灾。近来，我国西南地区多地发生森林火灾。军委后勤保障部牵头展开军队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联防联控工作，组织军队专业医疗力量投入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的防控。请全国人民放心，在疫情面前，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誓死不退。我只跟我弟弟讲好，因为我爸真的是有什么意外，但是我家里我肯定要有一个知情的吧。特殊的时期，我们所有的医务人员都能携手共同战斗。每个人你一定要注意防护，现在是自己管理自己。来到这之后，我的时间概念都几乎都没有了，一直干嘛。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累计出动72.5万人次，组织民兵22.85万人次，人民军队新向党，战役之后再抗。我站立的地方是中国。这个红可能永远都消失不下去，但是我觉得这是我人生中最精彩的一场。